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艺术家，他叫 Blue。啊，Blue。因为我个人是觉得说，来到艺术家家里面，它不一样，就是你看到的是艺术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不只是你的做的作品，还有就是你生活中任何的细节，然后他自己的房子设计，他的生活方式，这些都是艺术的一种。 I have rescued them from being trash, and now they're art supplies. 你们现在看到这一组作品叫做 The Invisible of Obvious， 它的翻译就是看不见的显而易见，这是他过去几年在这个疫情期间做的作品。你们现在看到所有的材料，其实全部都是他在垃圾堆里找到的这些材料，然后呢把它们拯救了出来，把它们变废为宝，变成了艺术。 为什么这个作品叫做看不见的显而易见，就是因为其实生活中你会经常看到这些东西，但是你不会想到它是艺术的东西。比如说这些全部都是扎头发那个橡皮筋，然后这些是吸管，就是那种透明吸管，都是他在那个街上还有在海滩里捡到的。对他来说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全球变暖的各个议题，然后想要呼吁别人来怎么样保护环境，怎么样让大家看到这个塑料的危害，怎么样让大家看到说就是一次性餐具、一次性用具，它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影响。这就是他作为艺术家去呼吁大家保护环境的一种方式。而且呢，他本人也是一个 scuba diver， 就是潜水，水肺潜水，然后在水里面你会经常看到很多塑料，所以他就会去，希望去呼吁大家能意识到塑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就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潜水员，所以呢，水在他的作品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他很多作品是跟海洋有关，就比如说你看到的这个，它是一个那个打鱼的网，就外面这个笼子，它是打鱼用的。 然后呢，你这里像这个，它就是也是商业打鱼用的那种网，最后被人扔掉了，把它们变废为宝，换成了这个做成了这种艺术品。所以很多材质其实都是跟海水有关。刚刚我们讲的是它用的材料很多是来自于海洋，跟海洋相关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它的形状，其实在海里面有很多那种海洋生物，它是外面是透明的，然后呢你就在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身体。 里面的就是它的器官啊什么都能看得一清二楚，所以就是你看它这里面做的很多的艺术品的形状，其实就是受这些海洋生物所启发的，就是它外面有个形状，然后里面呢有很多东西，就像是它们的内脏一样。但是它做作品不是说哦我看到一个水母，它长那个样，所以我就要把这个水母的形状做出来，不是，它不是想要重新创造一个海洋世界的。 只是把这个元素拿过来，然后这也是当代艺术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有的时候潜水的时候，水里面会有很多绳子，然后那个绳子就是，比如说以前的船，他们留下来那种驳船的绳子，然后那个绳子在水里面很多年之后，它就会上面长很多海洋生物。当你潜水沿着那个绳子往上看的时候，它自己就像一个生态系统一样，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。所以它这个里面就有用了一些绳子的那些元素。 但是就是像之前说，他不是说我把所有的作品就是重新给你做一个海洋世界的感觉，他是把这些线索穿到一起，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些其他的思考，然后做的一些观念做成的一个当代艺术品。